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介绍一下我所收集的歪脊舞的浮雕花盆。现在展现的是一些高脚盆，然后我们先从这个白底蓝色浮雕开始。这是一个下面收口的一个小花盆，这款是灰色白色浮雕，这个是比较稀有款。下面的这一款是粉色白色螺旋状，然后这一款是紫色的蓝色浮雕，这一款也算是罕见款。这个是 terracotta， 是陶土色的白色浮雕。然后这个是 Wedgwood Library Collection 系列，这是带一个托盘，但是这个花盆的本身是没有打孔的。这一款是他们的埃及系列，这个是黑色白底浮雕，这一款是黄色，这个是绿色，这个是深蓝色。在下面的一款就是 Pale Blue， 这一款的款型比较特别。这边是另外一组花盆，我用了这个高脚碗来放了我的多肉，这也是蓝色的，深蓝色。这一款是黄色的竹节，这一款我有的粉色的也是同款螺旋款，这个是埃及系列，另外一个黄色，这个比较常见的蓝色。这里的就是几款重复的，然后这一个是小的 Portland Blue， 然后小一点的也是用来水培蝴蝶兰，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花盆。这个是 Wedgwood 的野草莓系列，然后这是另外一款蓝色，然后另一款螺旋的蓝色，里面可能有点脏，我用来当做垃圾桶了。这个是比较近代的，近代出的一款，这个底标就是一个比较近代的一个 W 款。以上所展示的是我目前所收集到的 Wedgwood 的浮雕花盆，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颜色和款式是我没有的。下一个小目标就是想收一个全紫色，等我收到以后再慢慢跟大家分享吧。好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啦。